亲爱的主内牧者、同工、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欢迎大家来到职场使命25周年网上感恩庆典。亲爱的主内牧者、同工、弟兄姊妹，今天是一个喜庆的日子。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平安。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一起的时候，我谨代表职场使命 Call to Work 城市的欢迎大家。先请大家改一改你们的名字。告诉我们您来自哪里？告诉我们听你在哪里来的。然后，你的名字后面写上你的地区。什么时候开始了解职场使命的呢？您跟职场使命开始的第一次结缘是什么时候呢？如果你还记得，你可以写上年份，或者是那次的活动是什么名字。让我们开始一点小小的回忆，开始我们今天的互动，好吗？好的，那大家进来之后呢，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视频上面有一个介绍哈。今天我们的直播会有三种语言，也就是主会场是中文，另外还有两个语言是英文和广东话。那您怎么选择呢？在您的屏幕的下方，也就是 Zoom 的那个条框的最下面，还看到一个地球的这样的一个 icon， 大家点击一下，里面就会看到三种语言，英语就是英语的，主会场是中文，然后点击日语呢，就是粤语、广东话。您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任意选择一个语言来参与。那如果你不想听到这个背景的原始的那个语言的话，您可以 mute original language。好，大家现在就花一点时间，可以选择您希望听到的语言，然后进到那个房间来参与我们整个的今天的庆典。好 ，So Joyce, I'd like to ask to make sure our English-speaking friends get into the English room. So Drew, Tammy, Bill, are you in the English-speaking room? Did you find the globe? Can you give me a signal? Yes.Drew, do you hear English okay in the... Yes, and 好，那Okay. For English speakers, you can choose, you can just select, click on the icon at the bottom and select English. There you will join the English broadcasting room. And for those, 那刚刚进来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先很开心的告诉大家，今天的直播我们有三种语言可以服务来自世界各地的你们，所以我们就可以选择在最你的 Zoom 的最下面哈，大家现在先花一点时间，最下面呢有一个像地球那样形状的一个小小的那个按钮，大家按这个是。按这个的时候呢，您就可以进到不同的语言的房间。英语呢，就是英语的房间。日语是粤语的房间。我们今天的主会场是普通话。Alan, Zhang, 中文。It sounds seems like the Cantonese is in the English room. The Cantonese translation. Do we have the room assigned?Correctly. 好的，我刚才一直听到我的声音哈，现在可以了。Yeah, Chinese 中文是主堂，是听到中文的。And then 对， English, 但是我一直听到英文，不知道现在好了。嗯，好了，大家欢迎大家哈。如果有进来之后，大家可以选一下 yeah,、so、what should it be, 您的房间， Can you tell 然后我们就预备开始了。哪一个呢？嗯。Oh, Alan, it was muted. 好，亲爱的主内、so、Grace, the host, 牧者、同工、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 ，Grace Fong, can you unmute Alan? 大家平安。张，我谨代表职场使命 ，Call to Work, Grace Fong, 诚挚的欢迎大家。Welcome everyone. 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y name is Joyce, Joyce, 来自新加坡。
I'm from Singapore. 课程导师班的成员，非常的荣幸在职场使命25周年庆典之际，和来自五湖四海、世界各地的你们一起欢聚一堂，来感恩、见证神透过职场使命所做的伟大奇妙工作。我请 Grace 帮我一下，我一直听到我英文的那个房间的声音。嗯，好的，谢谢你。好，那在诗篇第107篇21节到22节这么说：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因他向世人所行的奇事称谢他，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欣述说他的作为。今天让我们一起庆祝职场使命25岁生日的时候，我们要一起述说神大能的作为，让神的荣耀大大的彰显在这个世代。也愿我们的心再一次被神来更新，能够更加明白神在这个世代所做的奇妙的工作和他的心意，也让圣灵大大的充满浇灌我们，心起发光，活出职场使命的呼召。那今天的庆典我们会有一个半小时，除了有职场使命的创办人以令抗长老和三位另外重要的同工所给予的感恩致辞之外，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5位的牧者和事工的领袖，他们也送上了他们诚挚的贺词。那在此我要特别的感谢职场我要特代表职场使命感谢美国福音政府协会、加拿大福音政府协会、生命树媒体、活泉电脑网络公司以及王撒职场施工策略联盟的大力支持，这是一次高效合作的美好见证。那刚才我已经提到，我们今天的直播有三种语言哈，您可以用下面这个地球这个icon 来选择您要的语言。那随时可以回到主会上，就是中文。如果您希望达到这个中文房间传出去的原始的音频的声音的话呢，您可以 mute original language。我在此要特别谢谢在三位直播间里面担任翻译的三位姊妹，他们是敏珍姊妹、Sophie 姊妹和鲁菲姊妹。谢谢你们。这是起初的意向，这是多年的梦想。He was lost just now, so 这是众教会联合，这是个肢体参与。Yeah, so sorry for the channel mix up. So 等候天国要降临 ，mobilization 装备成为主。Waiting for kingdom to come. 听啊，这是主声音，看啊，这是他作为。Let me explain a little bit about the liturgical choices. When you click the little globe, you can see three languages. One is English, which is the main room, which we will hear Mandarin. And if you go to the Chinese room, and you will hear Cantonese. And if one prefers to listen to English, you want to spread the gossip. 怀着喜乐的心，我现在宣布职场使命25周年网上感恩庆典现在开始。首先欢迎职场使命课程副班长、导师班成员Ellen Zhang，你可以现在带领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你要 Grace 给你 host 吗 ？Grace， 你可以看到。25周年庆聚会线上祷告，主啊，信心里你深爱并拣选的儿女 Dominic 和 Elaine 夫妇，领受回应你荣耀的呼召，开始了职场使命这个事工。
像当年耶稣身边的那个小男孩，把自己仅有的五饼二鱼全数不剩，完全献上，交在恩主的手里。主悦纳了这份Feed every follower of a bivocational ministry. 奉献，掰开并加上一包，每一个双职侍奉的跟随主啊，25年来的每天，在你所富裕的权柄里，您忠心并良善的仆人和使女，带着圣灵浇灌下来的感动，持守着您所加添的热情。辛勤耕耘职场使命这个平台，像历年耶稣差派的那些宣教士，为了主所颁布的大使命，为了主的福音得以广传，呕心沥血，各处奔波，劳碌做工。主悦纳了这份奉献，就亲自与他们同在，在双职侍奉的建造上，与他们同舟共济，风雨兼程。主啊，25年后的今天，在这风清后的日子里，您众牧者儿女们和我们心爱的 Dominic 和 Elaine 夫妇一起来诉说你赐下的恩典，一起来庆贺您劳苦的功效，一起来领受您降下的恩膏。求天父上帝设立你的宝座在我们当中，求圣灵保惠师自由运行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让我们众人真实的再次来到主耶稣基督舍命流血的十字架面前，再思经历复兴，再思使命，等候差遣。愿今天聚会的每个信息、每句话语，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愿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犹如众人献上的馨香之祭，上达天庭，蒙主悦纳，荣耀主发光。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宝贵圣名，阿门，阿门。非常感谢贝拉姊妹诚切情真意切的祷告。好的，现在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职场使命创办人总裁以令康孔雷汉卿长老致感恩致辞。Hello， 谢谢 Joyce。哇，欢迎大家今天跟我们在一起，这是主所定的日子，我们都在其中欢喜快乐。今天的确是一个充满神的荣耀喜乐的大日子。我们在25年职场使命的施工当中，看到神奇妙的信实的带领我们，给我们很多的祝福。我信仰和工作的经验呢，其实早在我 AT&T 工作33年当中都已经体会到神融入在我的信仰当中的，神融入在我的工作里面的。所以呢，我最近收到Robin 陈长老发给我这个1993年的视频，是我们早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就有这样一个福音大会，在公司里面的大礼堂。那这个呢是有黑人、白人、中国人、韩国人各样种族的一起，都是基督徒，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来庆祝我们的圣诞节。所以我很感恩，一直以来我们都有机会看到我们能够在工作里面把耶稣带到工作当中。那1996年我跟 Jason Browning 就开始了第一次的职场使命的大会，那个时候都是英语的。然后右边这个呢，就是我们10年纪念的时候的大会的同工跟讲员。
然后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在若歌教会，在New Jersey。那我们等一下也听到有若歌教会的代表陈长老给我们分享。然后我的目的呢，是希望帮助来参加的人都能够知道，神呼召我们在工作里面有我们的岗位，有我们的使命，也帮助我们学会怎么把耶稣带到工作里面，也能够说感谢主，又是礼拜一了，因为我们可以能够经历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在前面的15年，1996到2011年，这些就是我们过去15年里面的每一年大会的主题，跟我们的讲员呢，都是从各样的行业，也包括所有的七个山头的代表。那其中我们最后一次在实体的聚会，2011年的主题呢，就是信靠顺服，唯一能够工作的方式就是信靠顺服。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最后一次。那在我们的网址上面 calltowork.org 就有我们过去前面15年的聚会的详细记录每一年的讲员主题经文，还有不同的讲座跟讲员主题。然后呢，我们最后一次是这个信靠顺服。然后在前面一点呢，在2002年，就是Drew Crandall， 我们现在的一起的 co-chair， 他就开始参与我们的服事，也现在呢做我们的 co-chair。 2001年第六届的时候今天的讲员也在了， Jose Selstra， 他呢是在 Fortune Magazine 写的 God is my CEO， 神是我的大老板的，我常常跟大家说的。那他是我们当时的讲员，他今天也会跟我们分享。然后 Drew 加入以后呢，他就把他每一个礼拜的属灵灵修，有关于工作职场可以直接应用到神的话语的，很简要的，来每个礼拜三他就发出去。如果你有兴趣收到的，你可以到我们的网址话，用这个 QR code 都可以。我们有非洲的，有不同种族的都来收到，他就写信回来说对他们很有帮助。然后最早期1996年的第一个讲员就是 Karen Johnson Moy， 他是以前白宫的其中的员工，然后他跟先生呢是开始白宫的第一个查经班的，他也这一次也特别祝贺我们。那我们的 call to work 职场使命就是他第一年在我们的讲座主题的名称，所以我们的事工名字就是因为他用这个主题来给我们分享。然后我们在2011年结束了实体的有大会以后呢，就我们到哪里被邀请的，无论是北美还是亚洲海外的，都就是职场使命的聚会。那在2016年，我们公司把我们家人搬到 Dallas 的时候，很奇妙的一个惊喜，那有一个大会 Faith at Work， 我们当中有五位曾经在我们的职场使命的大会分享过的，一起有一个没有计划到的一个聚在一起，非常感恩。然后呢2019年就开始一个很奇妙的神大大的祝福给我们的一个运动其中包括洛桑在2019年在菲律宾有一个全球的职场事工大会，我被邀请去参加了，而且呢也被访问，在这个访问当中也放在洛桑的主页当中有关于职场跟信仰的一些教导。然后2019年继续还有很多神奇妙的作为，把以前以为是一个活动，每一年所做的大会没有能够继续持续性的，然后真的2019年看到是一个运动，因为神在洛桑的地方我就认识了一些好朋友，也是在职场使命非常顶尖的，像 Jerry White、 Tammy Heim， 他们等一下都跟我们分享，他们也成为我的导师了。然后呢在那一年19年，神大大的兴起各样的职场使命的运动，全球性的、全国性的、区域性的还是地方性的。在那一年有一个周末
在硅谷的地方，我给了九个讲座，然后在那个月份11月份，我讲了26个有关于职场使命的，非常感恩。然后当我们有疫情的时候，在过去这两年更奇妙，神让整个世界又缩小了，所以我们上线就很容易跟大家来分享了，结果呢更多的机会来服侍啊，每个月可以有20到30几次的分享，然后也有一对一的辅导，有超过20次每一个月。所以的确看到神要大大兴起这样的一个职场使命的，不只是一个活动 moment， 真的变成是一个运动 movement。然后这个呢就介绍我们过去25年的历史，很快的过一下，刚刚已经介绍了我们过去有一些的转变，然后在 Dallas 的时候呢就认识到很多Dallas 神学院跟都是职场使命有同样负担的，就认识这些新的人员跟人脉，神都很奇妙的带领。然后呢到2019年，就是刚刚说到有各样的运动，看到神兴起，无论在硅谷的Facebook， 一直就是2019年就是这样一个突破。然后呢在疫情当中，这样的一个青少年更的快的来成长，然后看到有各样的机会我们来服侍，绿色就代表我们的成长，那下面会更详细的跟大家介绍。所以我就把这个总结成为这个图，我们职场使命就像这个 baby 96年出生，就是我们的启动期第一届。然后在2011年，我们就换了一个方式，做了15年的实体的聚会，我们就等待神，无论我们被邀请到哪里，我们就有职场使命的大会。然后呢2012年以后一直在准备等候看神的带领，到2016年就开始认识更多的有同样意向的，然后19年有这样一个大的运动，结果呢我们也在使者所办的华人差传当中，2019年的华人差传，我能够有机会给6个职场使命的讲座，而且呢也在大会结束的时候有3个呼召，我是其中一位做第3个呼召，就是双职侍奉，愿意来在工作里面来服侍神的也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呼召。所以你看到这个孩子一直的成长，现在呢已经超越青少年的快速成长，进入这个社青的茁壮的成长了，我们的人数影响不只是几百个，现在是几千个上千个的学员跟受众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讲座。而且呢我们还也跟其他的机构一起合作，所以在疫情当中这1年多2年，我们有机会做了15个系列的课程，这里列出这15个的系列有些是英文的，大部分是中文的，都是有关于职场门训，怎么把耶稣带到工作里面来经历神，包括怎么去沟通，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怎么管理我们的时间，怎么与人相处，怎么解决冲突。然后我们的课程里面结业典礼是很有怀念性的，有很精彩的音乐毕业证书，有同学们的分享，给老师的感恩的话，还有很多的惊喜有学生把气球礼物花送来，都是神奇妙的祝福。然后我们的学生有这样的分享说，在上课以前呢他就是苦瓜脸，是一个受害者，很 bitter 苦毒恼恨，然后信主然后在我们的课上以后呢就有一个公主脸，然后穿上全副军装，而且做一个得胜的，而且更是 better 不是 bitter。 我们也有学生在我们的课里面本来不是基督徒，后来也成为基督徒了。然后有这位同学继续说，不单只是工作上给他有大的帮助，也帮助他的家庭，然后在课上呢听我的课，他整个态度跟胃口也是大大的提升。然后我们还继续的培养导师，所以我们有 trained trainers。 所以呢在2021年，我祷告神能够有这样4代同堂，能够有
培养我的学员，然后学员导师呢也能够带领他的学员，就是保罗告诉提摩太的，去教导那可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有四代同堂。那这样子呢，我们有导师啊，有不同的国家，有亚洲跟北美，然后我辅导的一对一，每个月二十几位呢，学生有从十几个国家来的，感谢主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来服侍整个世界。然后这些学生来的都是好土，他们真的愿意学习，而且呢，神的话语到他们的生命当中就成为好的土，然后他的果子结出来是30倍、60倍、100倍。然后我们借着这样的五个不同层次的平台，在职场使命的框架上可以呢，在传福音还是门徒训练来分享有关于信仰、工作跟家庭。在课程里面就讲到职场的门训帮助我们怎么把信仰活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然后中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需要的，是跟教会能够有连接，帮助他们看到上班族的需要，我们有这样的资源来帮助他们。然后最高层的就是我们这个一对一来跟学员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怎么帮助他们。那他们呢是要做了功课都教了才能够申请跟我有一对一的。而且我们非常感恩有十个机构一起举办这个职场机工厂本地到全地的大会。在过去一年内还不到12月里面，我们这十个机构一起的举办了7个全球的大会，也有跟进的聚会，总共影响了6000多的受众，非常感恩。在当中有1600多是中文的，我们就因为有这样中文的大的受众，我们也开始把 Drew Crandall 的灵修翻译成中文了。所以对比我们当初96年250人，现在呢都是上千的，全球都可以来参加。我们就开始了这个 WAMSA Work as Mission Strategic Alliance 职场事工策略联盟，这个就是我们的网址 WAMSA.org。 就像格培里牧师说，我相信上帝下一个伟大的行动将通过在职场的信徒来实现的。所以这样的，你去我们的网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目标是有这四个一来帮助，有3个对象。然后你看到这10个机构跟神学院都是在北美很有影响力的福音机构。那你到我们的网址可以详细的看这4个一，就是有3个对象帮助。第一，鼓励上班族，给他们有职场门训，知道怎么把信仰活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第二，就是双职侍奉的宣教士跟领袖，我们装备他们，就是我的导师班里面的学员，让他们怎么去带领其他人，给他们装备赋能，在公司里面点灯，在教会里面设立职场事工。然后最高一层也是我们最重要也最需要的，以后职场事工有没有能够继续成熟呢，是在乎第三层，就是第三群的对象，就是教会里面的牧师跟传道。我们很乐意的把资源跟他们分享，有圆桌会议给他们，大部分都是免费的。我们这样的大会当中，我们发现有22%是教会的领导跟神学院的学生，我们非常感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独特的，以前没有那么多的高的百分比。那在这个 WAMSA 群里面呢，有一位也是工作神学项目，也是我们的成员之一 Theology of Work， 他们有100多位的神学家，把圣经里面800多个圣经有关于工作的都解释了。我们很感恩，我是负责这个中文部的董事会主席，那我们有中文，有简体繁体，也有韩国语，有越南语，有西班牙语，当然有英文了。所以里面可以帮助牧师、上班族跟神学院学生，所以鼓励大家去看。然后在这样呢，因为中文的越来越多，我就有了开始我们的网址有中文的内容。
也是同样的 calltowork.org 可以去选中文的简体的还是繁体的，然后我们的目标能够把更多的中文内容放进去，而且呢把这些内容介绍到全世界都会中文的受众。而且我们有一个新的项目，要有一个新的主题，就是双职侍奉。我们需要同工，如果你愿意参与的可以告诉我们，等一下有一个群可以给大家加入，然后呢可以把像孔毅老师、林凤良长老他们的内容、他们的书跟文章都可以放在这里。所以我们把 Jewel Crandall 的灵修翻译了以后，我们就把所有从七月每个礼拜一发出去的都放在这个工作神学的网址当中，所以你都可以回去看这个 QR code 就可以给你直接进入。那我们非常感恩有同工帮忙翻译对照，然后把这 post 上去，然后也受到很棒的回馈，大家觉得很受到激励。现在呢我就请我们的莎莎博士，他是我们的导师班的班长，我为着今天特别的庆祝写了这个长头诗 Silver Shines 职场使命兴起发光，我就请我们的莎莎博士请来分享，来给我们读这样的一个诗。好，非常谢谢翻译。好，非常感谢以琳老师，非常激动，非常感恩在25周年今天能够阅读老师所写的这首诗这是神来的呼召，这是主赐的信心，天父赐予了权柄，圣灵浇灌了感动，耶稣拣选了领袖。25年前描绘愿景，25年中持守热情，25年后带下复兴。这是我们的回应，这是出熟的硕果，四代同堂齐服侍，自信果断加谦逊，职场整全 6M 信念，品格孕育基督样式，领袖具备优秀八商，5P 计划灵光闪耀。哇，这首诗真的就是承载着25年来职场使命从主领受坚定持守，从而硕果累累这样25年的历程，非常的感恩。下面我把时间再交给莎莎，非常棒，莎莎都是每一次好的诗都是帮我们朗读的，非常棒。下面呢我们就开始来听到我们其他的主持人，就是 Jewel Crandall 是我们的 co-chair， Jason Browning 是我的 co-founder， 然后还有Robin Chen 陈一凡博士跟长老是代表若歌教会，跟着呢还有25位的嘉宾来庆祝我们的25周年的纪念。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给同工放这个视频。Grace 同工可以吗？Congratulations to Elaine and Drew for expanding and promoting the call to work. 祝贺伊琳和 Drew 在过去的25年中不断扩展推进职场使命的愿景。我个人一直认为职场使命是很重要的。It was exciting for Elaine and myself to host the first call to work conference in 1996. The addition of Drew Crandall and the Northeast Christians at Work Ministry in 2001 provided a solid base for the future growth of call to work. You know, having a biblical view of work is important because most of us spend more time working than we do in any other activity, more than at home responsibilities and more than church. But many Christians leave their faith out of work as if it didn't matter, but our Heavenly Father wants to be Lord over everything, including your work. Let me briefly share a few big ideas that I've come to learn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All God-honoring jobs are needed and important for society to function as God intends. God needs people everywhere doing all kinds of jobs. Doctors and even lawyers are needed, but you know, someone has to stock the shelves and produce our products and factories. Second, your interest in your vocation is not born of your own making. Vocations are to fulfill God's purposes in doing what needs to be done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God has distributed giftings to produce the needed number of people interested in the variety of jobs to be filled. We must match our work with our giftedness and calling if we are to feel the most satisfied. And finally, there is a way of working without striving. Psalm 127, verse 2 says, "In vain you rise up early and stay up late, toiling for food to eat." But this is not God's way. Living in the promised land and work means we know that God is the source of our provision and that our work is an act of worship to Him. So God cares about your work. Do your best for Him, as it says in Colossians 3:23. Elaine and Drew, and all those involved in the Call to Work movement, keep up the good. Hi, I'm Robin Chen from Rockets Community Christian Church, RCCC. The host church was called to work started in 1996. I had the privilege of attending Elaine's first call to work conference and a few more throughout the years. Elaine's passion, energy, and her dedication to the workplace ministry has been a great inspiration to many of us. I recently came across an old video recorded during those years when both Elaine and I were colleagues in the Bell Labs at Murray Hill. We were part of a Bible study group that held gospel extravaganza events a few times a year, including Christmas celebration. We invited carols in celebrating the birth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It reminds me of Revelation 7:9-10, how a great multitude from every nation will one day praise the Lord together. I hope that's a great motivation for us to reach out to our colleagues. God has As Elaine Olden says, let us take Jesus to work and experience His presence, promises, power, provisions, and pleasant surprises. Thank you. Hi, everybody. My name is Hugo Chang. I'm the senior pastor of the Chinese Bible Church in Maryland. So I want to first of all say a big congratulations to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Call to Work Ministry. Call to Work is a great ministry that has been helping many churches. And to celebrate 25th anniversary with you, what a privilege, what a great testimony to God's faithfulness. You know, as a pastor, I often want to help our people to see that Sunday morning gathered to worship, while that is important, but it's what's happening outside of the church, outside of the Sunday mornings in our workplaces. In our homes, in our neighborhoods, in our communities, that's where the real work happens, and that's where we testify
for God and His gospel. You know, so like a racing analogy, perhaps you can see here on the picture that this is the pit crew. You know, the race car comes in to get tuned up, to get retreaded and putting new tires. You know, all that, it's kind of like what we're doing on Sundays. You know, worship God and be fit by His word, be encouraged, be equipped, and then, you know, you'll send out from Monday to Saturday all throughout the day in our workplaces. So that's where it's, we're in the context. That's where we can count where we live out the gospel testimony, 这就是我们的战壕里, where we honor God with our work, 活出福音见证荣耀上帝的地方, 我们互相支持, you know, so really, we can't get the two pictures mixed up. Sunday is where we gather to worship and to be fed, and then Monday to Saturday is where we do and carry out the work of God. And so call to work has been a great ministry to help me to get this message out, to inspire our people, you know, to see their workplace as their mission field. You know, so, you know, Elaine Kong, a great sister in Christ, a great leader. Elaine Kong, I serve with her on the board of ambassadors for Christ. And also her, she introduced me to the organization called to work and helped our church in great ways with the seminars, webinars that they put together and other many resources to help our people to really see their workers, their mission place, and to equip them and to train them and to send them out for the Lord in their workplace. So I'm so thankful. 我非常感谢伊愣和职场使命 call to work ministry. You know, so I just want to say again, 再次感谢职场使命机构的25周年庆祝 great, great ministry. Thank you for all you do and praise God for your 25th anniversary. As we celebrate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Called to Work, we thank God for using Elaine Kong as a ministry. 2 weeks before the first Call to Work conference in New Jersey, Christian and I could bring up the government, corporate, and academia from five countries, met to discuss the challenge of business ethics in East Asia, the need for serious study of faith, work, and business in the Asian context was long overdue. During the same 25 years of Call to Work, 使命在美国发展独立年代，上帝也在香港奉献切糕馆、商科、教授、神学家和牧者，开展当地教会和机构的职场施工。几年前，伊琳作为工作神学家、专案中文董事会主席，伊琳到香港邀请两个机构成为工作神学专案的合作伙伴。上帝使用他将太平洋两岸的职场施工运动联系起来。 2020年夏天，伊琳和我决定新常态意向、职场及工厂、本地到前地是教会需要的资讯。工作神学专案加上25个教会和机构与我们共同组织在11月的英文职场特会，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1100报名注册。在几次后续网络研讨会之后， 第二届英文职场特会最近在9月举行，在1000个报名注册中，有500多个来自海外57个国家。我们感恩有机会祝福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们。今年夏天，伊琳邀请了7个北美华人福音机构，在6月共同组织职场及工厂本地到迁地中文特会。因着不少来自亚洲的报名注册， 人数比英文的职场特会更多，在疫情中，上帝在做新事。在伊琳的领导下，组织职场特会的10个主办机构成立了职场事工策略联盟（WASA），进一步推动教会的职场事工。第一个WASA课程“教会如何牧养职场信徒”刚刚结束，感恩有来自太平洋两岸的参与。 在前面的日子，让上帝更大使用伊琳成为祝福多人的老师及天国大使。
大家好，我是 Tammy Him， 基督徒信领导联盟会的主席及总裁。在过去十年的任职中，我非常感恩从侍奉中得到的喜乐。目前我们这个机构每年已经培训了超过180,000以基督为中心的领袖，他们的领导和管理的思维、行动和职业发展方向都受到圣经原则的影响。我从普渡大学毕业那一天，我将我的生命献给了基督，就像诗篇作者说的那样，当我把我的心扉向神敞开时，神重新撰写了我生命的剧本。神改变了我个人理想和抱负，使其与他的计划和愿望一致。当我准备好去神想让我去的地方，替神做见证，他让我在职场侍奉。我一干就是32年，在这过去的32年里，我兢兢业的工作。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每天都在激励我、帮助我、提醒我，让我专注在神身上，因为他是我的工作，我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创作的杰作。我的天父已经完完全全的装备我去做善事，在世界末日降临之前，工作是神完美计划的一部分。我感谢神通过职场事来提供资源，鼓励装备那些专门被神拣选呼召来做职场事的基督徒。我很高兴跟伊念成为很好的属灵的朋友。作为最大职场宣教机构之一，祝职场使命继续将它的影响力发展到世界各地。Executive Director for Christian Leadership at the Hendrick Center at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亨德尼克斯中心基督教领袖的执行董事。此外，我也是和 Samuel Chan 一起的全球恩赐中心联合创造人和主席，跟中心也在达拉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庆祝职场使命具有深远意义的事工25周年。我要感谢我的老朋友兼同工 Eileen Kong 和他的合伙人 Drew Kendall。和 Jason Brownson， 为此感到高兴，感谢他们创立职场使命方面远见卓识，以及他们在过去25年中为装备工作场所中国内和国际的基督徒所做的不懈努力。伊令经常让我想起我在1980年代后期与 Dutch Herman 合计的第一本书《你的工作对上帝很重要》。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信仰应该在日常工作中为了上帝能产生积极影响的想法。因为你无法想象你让我感到多么欣慰，然而更让我兴奋的是看到多年来伊令柱和杰森如何以超出我想象的方式传播对终身准前门徒训练的呼召。他们招募了数以千计的同工加于这项事业，他们完全按照我们的主告诉我们的去做，培养基督的追随者，而这些追随者又将培养基督的追随者，代代相传。所以我相信职场使命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祷告基督作为工作场所之主的这种转变信息将在未来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中产生富如生命的成果。当然于此，主耶稣父神，愿你在祝福我们心中的祈祷和我们手所做的工作时受到尊崇、赞美和喜悦。My name is William Messenger. 我叫 William Messenger. I'm the executive editor of the 我是工作神学项目的执行编辑。工作神学是一个独立的国际组织，致力于帮助人们通过工作的视角来阅读圣经，从而通过上帝子民的工作来改变世界。
我很高兴能与我们中文编辑董事会主席 Elin Kong 合作。Elin 有一股不知疲倦的力量，他能将资讯传播到英文和中文这两个世界，每年影响数百万人。上帝祝福你 Elin。 我很欣赏惊喜来祝贺职场使命并庆祝事工25周年。当人们第一次接触工作神学时，通常是问自己，上帝对我工作的呼召是什么？年复一年，呼召的话题是人们在我们的咨询中寻求的第一大话题。职场使命帮助人们在工作的各项领域认识到上帝的呼召。没有任何工作领域超出上帝的呼召，每一个领域都是神国度的同等部分。工作本身对上帝很重要，工作也是大多数基督徒最有机会与他人分享福音的地方。每个运动都需要一个社区，上帝一直使用 Elin 和 Jude 的社交连接恩赐来发展全球的信仰和工作社区。让我们的救主继续使用职场使命来鼓励装备和扩大事工另一个25年甚至更久。阿们。It is a great joy to join you all. 非常高兴与你们一起庆祝职场使命25周年迎死纪念。我是 Michael O, 代云洛桑运动的总裁。洛桑总裁起源于1974年，在 Billy Graham 和 John Scott 的带领及启示下，在瑞士洛桑举行的第一世界福音大会。从那以后，我们的使命就是将来自全球各地的福音领袖和他们的思想连接起来，这是现在特别重需要的。当今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分类和极化，就是在我们基督徒中间也好不了多少。那么我们在什么事情上达成一致呢？我认为有四点。第一，我们要福音分享给世界的每一个人。第二，我们渴望看到在每一个族群所在的地方都有门徒造就的教会。第三，我们强烈希望在每一个教会每一个社区都有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领袖。第四，我们热切的盼望神的国度扩展到社会各个层面。这也就是洛桑运动最终要实现四个层面的愿景。目前我们致力于这两个数字，第一个是2050。根据 Pew 研究中心的报告，2050年伊斯兰教会超过基督教。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故事的结局，但是我们要在身处的这个时代做出回应，并要为我们的后代建造未来。学者预言说，2050年全球会充斥流行疫情、自然灾害、大量移民、食物危机、泛滥的不平等、越来越多的债务。因此我们需要造就门徒，为面临这样的世界做准备，改变世界使之变得更好。另一个数字是99。已经有很长时间教会将自己排除在大使命之外，有 99% 的会众没有做牧养或传教的工作。但是以弗所书4:12教导我们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说 1% 的混众要成全 99% 的教友，建立基督的身体，执政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以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推动洛桑运动是因为我们相信成就大使命的关键是启动 99% 的教友将福音传遍全球。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景，即看到福音在每个角落、语言、人民和国家的社会各个领域影响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你们在职场上对完成这个使命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我们很期待主会大大使用你们在全球各地荣耀他的名。再次祝贺你们。
celebrating 25 years of this remarkable call to work ministry is really celebrating the faithfulness of God to recreate a renewed missions movement focused on the 99%. 这是基督教在前三个世纪传播的方式的重演，沿着商业和贸易管道传福音。由于对基督教的迫害长久以来，职业牧师和传教士们以及习惯的用普通公民的方式来传福音，但这不仅仅是传播福音，是为了培训更多的门徒，在工作场所以及其他方式对第三代的门徒训练。 正如我和伊琳以前讨论的那样，我看到了双执事工对第四代的影响。这是一项大胆的倡议，受到教会的牧师和长老的欢迎。他们的目标是装备和激励他们的会众。职场使命的事工不仅仅是激励和促进门徒训练。职场使命的事工是在以圣经为中心的实用工具来装备那些圣徒有训练有素和忠心的 职业男性和女性们从而完成第一世纪预测的城市化传福音体系。这些在职场侍奉的门徒不仅知道如何在工程场所培训其他门徒，而且还知道如何去做。他们将圣经的理论知识化于每日行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要行道，而不仅仅是听道。职场使命事工是基于新教运动的前沿。我衷心。 You're reading the Fortune magazine article, God is my CEO. 上帝是我的CEO. 伊琳在读了这篇文章之后，邀请我来为职场使命发表演讲。那正是911之后，我们的城市、国家甚至全世界都出现了悲伤、愤怒和幻灭的情绪。那一年的主题是如鹰展翅上腾。是的，在可怕911之后，我们太需要展翅上腾了。回首那段时间， 那既是疗愈的时间，也是依靠上帝做他善工的时间。因为对职场的同事而言，我们要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我还记得早上的华尔街查经小组一夜之间挤满了人，因为人们渴望找到答案，填补内心的空白。职场使命正好为我们在职场探讨信仰问题提供了可操作的资源和培训。20年来发生了很多事， 报告最近的新冠疫情。但这些都不能阻挡上帝使用他的仆人们在职场传递希望的信息。这些资讯是人们在其他地方可能永远听不到的。20年前，我在财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上帝是我的CEO。伊琳在读了这篇文章之后，邀请我来为职场使命发表演讲。那正是911之后，我们的城市、国家甚至全世界都出现了悲伤、愤怒和幻灭的情绪。那一年的主题是如鹰展翅上腾。是的，在可怕911之后，我们太需要展翅上腾了。 回首那段时间，那既是疗愈的时间，也是依靠上帝做他善工的时间。因为对职场同事而言，我们要做世上的盐、世界的光。还记得我早上的华尔街查经小组，一夜之间挤满了人，因为人们渴望找到答案，填补内心的空白。
职场使命正好为我们在职场探讨信仰问题提供了可操作的资源和培训。20年来发生了很多事，包括最近的新冠疫情，但这些都不能阻挡上帝使用他的仆人们在职场传递希望的信息。这些资讯是人们在其他地方可能永远听不到的。更重要的是，人们现在对许多机构失去了信心，但在职场中，我们依然能够接触到他们。发现照耀你。21世纪教会最大的神话是神的子民是圣俗二分的子民。礼拜天归礼拜天，礼拜一到礼拜六是我们劳苦愁烦的日子。这种圣俗二分的想法不是出于圣经。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所有属主的子民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每一个人按着恩赐，在工作当中，在家庭里边，在我们的城市和生活中，都有一份的召命。 Call to work 进入第25年的周年庆，在这样一个非常高兴快乐的日子，愿我们每一位的职场中的弟兄姐妹看重自己在职场中神圣的位置。我们在职场都是君尊的祭司。感谢主的恩典，有机会参与职场使命事工25周年庆典，一同数算主的作为与荣耀。我谨代表美国福音正主协会送上最诚挚的祝福，帮助弟兄姐妹活出使命人生是职场使命事工与美国正主共同的意向。我们非常的感恩，在2020年疫情一开始就有机会连结在一起，在短短1年半的期间共同举办乐在工作与家庭与双职服事全面领袖共6次的讲座与课程。在配搭期间更深深的体会孔长老自己就是一个积极活出使命人生的见证，他的分享领导力以及对同工与学员的辅导与激励，使每一个学员更自信，无论是已经表现出来的或是隐藏的恩赐跟能力都得到最大的发挥。正主非常感恩与职场使命同工，并且联合10个机构举办职场到工厂、本地到全地研讨大会，会后成立职场事工策略联盟与资源网站。因着这一份连结，我们看见上帝对这个时代每一位信徒的呼召，帮助我们无论是在职场、在家庭、在教会、在社会，
都活出基督的形象与宣教的使命。感恩职场使命在25年间已经建立了稳实的基础，点燃起职场事工的火把。相信这意向与使命会继续的推进以及展开，使职场也成为每一个基督徒宣教的合场。愿上帝加倍的赐福使用。我是基督六家的杰瑞长老，天路职场的带领同工，在此首先代表天路团队和基督之家第六家特别恭贺以令和他所带领的职场使命施工 Called to Work 的25岁生日。职场施工最近几年不断地受到越来越多的主类机构和教会及弟兄姊妹们的重视，能够有多少机构在这个时代已经持续地服侍职场达到25年之久呢？这种非常至少背后的先见之明和持续的摆上，实在是我们为他特别感谢神的地方。我和一令长老开始认识于2019年我所举办的天路职场点灯特会。我不仅感谢他当时成为讲员提供了激励的信息，更是感激他永远充满激情的帮助推动职场点灯，并在实际的职场门训上面竭尽全力的全然摆上。感谢神特别的引领，在2019年年底之前，有50多盏的职场之灯在硅谷点亮。在疫情期间，如果你问我知不知道有没有人为了职场的使命排满了档期，处处做讲座培训职场人士，并不知疲倦的拼命摆上，我真要荣幸的告诉你，这个人就是这位以令孔长老。这25年的付出，想必都在全美甚至全世界都培养了多少有看见有使命的职场人士，求主大大纪念。特别感谢神，在这25年庆典之际的2021年，以令特别带领了众多机构，不仅成功的举办了系列的 Global Local 职场特会，更是在这基础上组建了职场策略联盟。这必然策动更多机构、更多教会和更多的弟兄姊妹，将天涯比邻 Global 的福音和使命带入到千万职场，让职场点灯变成我们这一代人每个人都可以用信心期待的万家灯火。感谢神，求神继续大大使用以令孔长老和他带领的职场使命施工 Called to Work。 再次恭喜25周年的生日。大家好，我是崔浩哲郑立新牧师。我很荣幸在2019年使者协会所举办的拆船年会中，下一代的工作坊与孔长老有很好的服侍。孔长老多年来在职场的服侍，帮助且祝福了许多人。塞尔斯说，人活着不是为了生活而工作，乃是人活着就是要工作。工作是神创造人的目的和使命，特别是在现今的时代，教会更要突破世面的墙垣，帮助基督徒进入职场的服事。我成立崔浩哲事工后，也常常在不同的机会与孔长老有一起服事的机会，并向他学习。祝贺 Call to Work 职场使命成立25周年，也求神在未来的日子更大大祝福且建立孔长老在职场使命的服事，使更多人在职场得蒙祝福，并拓展神的国度。大家平安，我是佩文，在此代表职场使命施工导师班分享。上帝在如此恩典的2021年，呼召了来自5个以上的国家、27位的导师一起同工。我们是24小时守望的代祷勇士，是 Call to Work 课程中的催化引导者，是职场使命各项事工中的支持者。上帝过去曾经在我20岁时对我发出全职侍奉的呼召，但因为跨国婚姻还有全职养育孩子的关系，中断了我的全职教会侍奉。在我10年全职母亲的生涯结束，重新开始创业之路时，我认识了以琳老师的职场使命事工，重新定义了上帝对我的呼召。我曾经在神对我全职代职的呼召中挣扎与困惑。我虽不是全职传道人，但我受神学装备也服侍神。
此外，我更渴望神使用我的护理专业来祝福别人，直到我在 Courtwork 课程中重整了我的 calling、career、community， 我重新定义了我的人生使命及蓝图，了解上帝对我整全人生的计划。因为职场使命事工，现在的我能在公司中与员工一对一建立他们的属灵生命，在丈夫的 agency 带领团队学习以基督信仰为中心的行销法则，在教会中推动青少年门徒牧养及品格事工，在家庭中培育我四个孩子的品格与属灵生命。未来我盼望我们导师班能在世界各地成为职场点灯的人，在职场、家庭、生活中活出信仰，追求卓越且心存谦卑，带着恩典与真理进入世界每个角落。最后要祝福 Call to Work 25岁生日快乐，愿上帝祝福依琳老师手中的工作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且能如鹰展翅上腾，发挥极大影响力。在这里，让我先代表 3Q 领导力学院和 John Maxwell Team 恭贺依琳长老25年透过 Call to Work 来推动职场事工运动。今天领导力就是影响力，25年来依琳长老用生命去影响生命，成就了今天他所成为的一个伟大的属灵领袖。在依琳长老身上，我看到有影响力领袖的三个特征。第一，依琳，你以身作则，透过成为别人的模范去影响周围的人。25年来，你忠心专一的侍奉，谨守神托付你对职场事工的意向，活出一个讲得到、做得到、诚信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榜样和模范。第二，你透过栽培和培育职场的基督徒，去影响他们的生命。25年来，你透过教导、劝勉、鼓励和爱，去栽培一般在职场的基督徒，在他们的生命里面长职，赋能于他们，让他们能够在职场上活出神给他们的命定。第三，在百忙之中，依琳长老，你还可以抽出时间，一对一的成为学员的导师及生命教练，用心的培养他们成为第二代的属灵领袖。这个是领导力的高峰点，就是能够复制其他领袖。记得，领导者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有多大的能力，而是因为他能够赋能于别人。恭喜依琳长老，你做到了。神这些年来让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看到职场事工的重要。实际上，从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主耶稣的榜样。在马可福音六章三节的上半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当地的人说，这不是那木匠吗？英文 NIV 的圣经翻作 Isn't this the carpenter？ 注意到定冠词 the 的使用。换句话讲，就好像我们进到一个餐厅，我们就知道哪一个是最棒的大厨。求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要成为你的学校那个最棒的老师，你要成为你的事务所那个最棒的会计师，你的公司那个最棒的电脑工程师，或者是那个修车厂里面那个最棒的修车师傅。愿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看到职场就是福音的合场，职场也是我们宣教的工厂，帮助我们在职场活出神的真爱以及真理，并且为主做生命美好的见证。愿神祝福大家。大家好，我是孔毅老师。我常常到各处去培训跟演讲，常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孔老师，我该去做什么？
然后呢，我为什么总是找不到我工作上的潜能在哪里？我是一位信徒，假如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他在我身上的旨意，我一定会放下一切的去追寻神的旨意。从这些问题都是跟工作有关的，所以可见很多信徒对于如何在工作上活出信仰是非常迷茫的。同时我们又从教会的角度来看，现在教会绝大部分的教会都在困境中间，就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影响社会，他们也很难能够吸引年轻人来到教会。至于到未得之名的宣教似乎也停下来了，所以这些也都是跟工作有关的。可见教会因为不教导工作而陷入了这些困境里面。所以我们由不得来问一下，到底工作是属的工作还是圣的？难道真的我们每一天把最好最多的时间花在工作上，神真的不关心？到底我们的工作是神允许的还是不允许的？到底我们的工作是神没有差派我们，还是神是差派我们去工作的？这些也就引出了一个圣俗论，其实误导了信徒跟教会很多的年。那我们再来看看耶稣主要宣教的场所是在会堂里面，还是耶稣总是走到人们的工作场所去帮助别人的？那耶稣呼召人是要到会堂里面很多的仪式，还是耶稣就在打鱼的地方呼召渔夫，在税关上他就呼召税吏？所以这也看出目前我们教会墙内专注引出了很多误区出来。所以在庆贺 Call to Work 成立25周年之际，我鼓励每位信徒要找回我们在职场上的尊严跟使命。我也鼓励每一个教会能够行出对社会的影响力跟公益。好，谢谢各位。我是 Michelle Liu， 仅代表新加坡黄区传播，这是 Group Rachel， 祝贺职场使命施工 Call to Work 25年来蒙神的恩典带领保守和使用。过去2年中，两个机构的合作让我们看到 Call to Work 在鼓励职场人装备领袖、扩展年界等方面都不断取得了进展。至今为止，环球传播已经跟孔长老合作制作了两个系列节目，一个是工作生活平衡系列，一个是职场沟通系列。接着下来我们马上会着手制作第三个系列节目，就是精力管理。这些广播节目都能够在我们 GR 所有的广播媒体收听得到，也有电子书供小组讨论学习之用，一步一步的培训我们职场门徒。孔长老的分享是信仰真理和职场实际非常好的结合，特别难得的是他带出的信息是系统性的，特别适合职场人学习，并且能够帮助职场人建立系统性的思维框架，然后把学习到的原则应用在不同的工作场景，把双职侍奉落到实处，将神的国度推进到职场当中。愿神在接着下来的日子当中大大的使用 Call to Work，
祝福孔长老的职场培训事工扩充在职场中的天国影响力。最后，我们欢聚传播恭祝 Call to Work 25周岁生日快乐。感谢主，职场使命事工 Call to Work 25年来蒙主的恩典不断的成长茁壮，带给许多人莫大的祝福。25年前，孔长老从神领受这个意向之后，就积极的推动 Call to Work 的事工，他自己以身作则，在职场、家庭、教会服事上都有很美好的见证，也不断宣导鼓励各行各业的同工在双职侍奉中荣神益人。几年前他从 AT&T 退休，基督使者协会就邀请他加入董事会，一起来推动职场宣教的事工。过去几年也一起结合其他的福音机构、神学院，透过网络平台积极宣扬、鼓励、训练、装备、连结和扩展，使更多人的蒙福。职场是最大的合场，也是大部分人每天花费最多时间的地方。如何使职场人明白神的呼召，装备自己在家庭、教会、职场发挥盐和光的作用，如何更有效地从事双职侍奉，都是很重要的课题。因应这样的需要， Call to Work 也发展出一套有系统的培训课程，非常具体而有效，是很有意义的事工。我们祝贺 Call to Work 25周年的生日同时，也祈求神兴起更多的同工，为神的国和神的义齐心努力，让神的荣耀更加彰显，更多职场人蒙恩得救，更多的弟兄姊妹们成为神良善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大家好，我是白崇亮，我是从2021年，也就是今年度的8月份，我才受邀加入了 Theology of Work 的华人董事会当中。在这之前，我和 Call to Work 的接触不算是很多，但是我一直知道你们所做的是一件非常重要而宝贵的事工。我非常的认同神的儿女在职场上的工作是一项呼召，是一个使命。另一方面，我也非常清楚的知道，在职场上的弟兄姐妹们，他们非常需要被建造、被鼓励、被相互的联络起来，而这正是 Call to Work 所做的极宝贵的事工。另一方面，在今天的职场上，世界各地的职场都面临了迫切的挑战。我们看见世界上的贫富悬殊越来越厉害，世界上的这个气候的变迁已经恶化到了非常危险的边缘。而在这个网络的时代，人们在网络上越来越不能够分辨真与假。事实上，这些事情的背后当然都是人的罪性在那里影响着。可是我们也看到了今天的时代，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彼此的信任已经低落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神的儿女在这个职场上，我们所领受的呼召与使命，不能够也不会仅止于传福音令人信主，我们也必须秉着爱邻舍如己的心，来完善神所托付给我们治理和管理这地的一个任务。因此在这个我们庆祝25周年庆的时候，我愿意大大的来祝福 Call to Work 这个事工，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在这个世界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但是同时，我也有一个祷告，有一个心愿，
盼望我们也许可以具备一种更加宽阔的先知性的眼光和一种国度性的胸怀，来面对这个时代的挑战，来为下一个时代的职场人找出一条出路。也许这也是一种职场的使命吧。愿神大大的使用 Call to Work， 愿神祝福你们，感谢主。我要跟职场使命今天庆祝25周年的纪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关于职场，通常有两个极端，第一个就是成为了工作狂，整个生命都只是工作。然而上帝创造宇宙的时候，他只把一件事情分别成圣，而怎么样满足于上帝来得到安息，要过一个平衡的生活，兼顾到我们人生各个的领域。第二个极端就是错误的把会堂以外的工作，就是职场的工作，看成是不属灵。有一些时候甚至引用圣经说工作是被咒诅了，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因为被咒诅的不是工作，而是工作的过程。因为我们知道在人类犯罪之前，上帝已经给了人类工作，所以工作本身是神圣的。同时我们也知道上帝咒诅工作的过程的同时呢，他也咒诅了妇女产生婴孩的那一个过程。当然上帝没有咒诅婴孩的诞生，所咒诅的就是产儿子的时候的那一个的疼痛，那个过程。绝大部分的人其实他们的时间是花在职场里面，所以我们更加要集中精神的在职场里面做盐发光。就像保罗所说，无论吃喝我们都要荣耀上帝。如果连吃喝都要荣耀上帝，那么我们在职场里面更加要荣耀上帝。祝福大家。大家好，我是新加坡生命树媒体的创办人吴志强。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以林长老通过手机的微信联系了我。我当时很是吃惊，为什么他会找我呢？但是很快我们从认识到熟悉，就直接进入Call to Work 的培训课程的合作当中。我们合作了12期英文的Call to Work 的培训课程。生命树呢主要是负责招生跟课程的技术支持，以林长老就立即进入了课程的预备与讲解，完成了第一期丰富内容的职场使命课程之后，我提出希望有中文的职场使命课程跟以林长老有继续的合作，因为毕竟华人对华文的理解比英文的理解会更加的深刻。以林长老很快就答应了我这个请求，并开始了中文的职场使命课程。我们就直接开了职场使命课程1期、2期、2期的课程，一共是20堂课程。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是职场使命课程的组长导师培训课程，希望将参加过2期的学生呢培养成可以教课带领分享的小组长。在我们这个中文第二期学员结业典礼证书的颁发典礼上面呢，洪玉老师在我们这个结业典礼上的分享呢有一段主题经文，那就是以斯帖4:14的下半部分。焉知你得知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林长老他丰富的职场33年的职业生涯，从大学毕业到普通员工到主管到高管这些人生的阅历，以及他早在25年前所创办的 Call to Work 的非营利性机构，不就是为这
现今职场的需要而预备的吗？这段经文非常的与以林长老的这些服事相吻合。相信在 Courtwork 走过25年的旅程之后，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将在华人乃至世界的职场基督徒的群体当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祝福更多职场的基督徒成为能够影响这个世代的一群人。祝贺 Call to Work 职场使命施工25周年生日快乐。歌城华人基督教会吴伯彦在中西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祝贺职场使命事工 Call to Work 25年来忠心服事，为主发光。我们教会定义要走出去见证福音，职场发光及家庭建造是其中两个重要的板块。在这两个板块上，我们的同工团队和职场使命事工有非常深度与广度的合作。这两年来，在我们的职场发光及家庭建造事工中，孔长老是我们重要的讲员，也是我们信任的顾问。孔长老帮助我们连接国度资源，推荐国度牧羊领袖，鼓励我们同工加入国度职场策略联盟。这两年中，我们的职场发光及家庭建造事工有各类相关的讲座与课程，累积总数约有40场次、4000人次、30万总分钟数。愿主在他再来之前大大使用 Call to Work， 祝福孔长老的服事扩大在职场及家庭中的国度地界。 Call to Work 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姚美英，从加州向大家问安。谢谢以令孔雷汉清长老给国际飞鹰机会，祝贺职场使命事工 Call to Work 25年来蒙神的祝福和使用。2020年5月到12月，感谢孔长老无私的在神州飞鹰录制了15个系列课。神州飞鹰是国际飞鹰在中国施工的社会版，疫情前在北京每周六提供社区线下公益职场课，疫情之后我们继续用线上方式进行。125期中孔长老的15期特别的受欢迎，15期课程中在制作成17系列的三分钟学会沟通，很多教会以此作为职场小组材料。深圳一位带领22个分堂的牧师特别的推荐。国际飞鹰用工商平台帮助人把工作做好，用宣教中心帮助人建立发展职场小组，用神学院帮助人建立关心职场的教会或职场教会。职场事工文学硕士是国际飞鹰与马来西亚基金会神学院合办 ATA 成员60个学分正式学位课程。同学中的牧师、传道人、教会领袖、企业主、商学院教授表达了孔长老的职场使命课程给他们很大的启发，并带来生命的改变。真诚的祝福 Call to Work 孔长老接下来的日子更大被神使用，继续鼓励职场人装备领袖，扩张连接职场培训事工，扩大在职场中的天国影响力。最后，我谨代表国际飞鹰职场宣教机构恭祝 Call to Work 25岁生日快乐。Hi, I'm Drew Crandall, co-chair of Call to Work. Greetings from Connecticut. Hey, 我是 Thank you for participating in tonight's 25th. 康尼迪德州的问候，感谢你参加今晚的25周年庆典。我的资讯标题是泽西的连接。
我想从阅读箴言三章五到六节开始，这是最初职场使命大会之一的主题。你要专心仰望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当我回顾职场使命的起源时，我想起主的方式不是我们的方式。你永远无法消除人类存在的奥秘或主道路的奥秘。你无法计划和预测生活中的一切。你需要足够警觉，足够敏感，足够顺服，足够信任，让他指引你的道路，日复一日，日复一日。今晚与大家在一起的短暂时光中，我想描述一下我与职场使命的神秘之路，以及我个人收到过的那些意想不到的祝福。我希望这是对你的鼓励。我的故事是1960年代时期的新泽西州。我在度过了童年的五个非常重要的年头，那是我住在离 RCC 若格集会仅四英里的时候，我就位于 Hillcrest 小学和 Somerset 中学。我母亲在俄格斯大学工作，父亲乘坐早上六点的火车从 Balbrook 到曼哈顿工作。我们过着非常美好的生活，直到1967年秋天，当时我12岁，我父亲被调到迪涅狄根斯的 Somerset， 全家搬到了东北170英里的 Somerset， 名字叫做 Harford。 这次搬运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但是我的一部分仍然在 Somerset。 我看到了我有一部分是泽西男孩，你可以把男孩带回泽西，但你不能把泽西从男孩身上带出来。现在快近31年，到1998年，我是一名活跃于职场事工的基督徒企业主。在汉姆福特地区发生的残酷而致命的工作场所枪击事件，我受到启发制作了一张海报，标题为《如何跟住十戒成为敬虔的员工》。当我开始宣传这张免费海报的可用性，我发现了 Sword on the Left。这是一家位置你泽西的以电子邮件组职场灵修的事工，以及同时位于新泽西的 Tri-State Voice Christian 报纸，三州基督之声的报纸。我很快就开始为网络上的言写灵修文章，并与三州基督之言的出版商合作。正是通过这种连接，我了解了职场使命。然后在2001年的秋天，我34年来第一次回到 Somerset， 在城里参加了职场使命会议时，我联系了我以前房子的房东，他们带我参观了一番。我参观了我以前的小学，也参观了我在七岁时拿起第一对鼓槌的地方，我今天还在打鼓。我开车穿过布伦瑞科市中心，我在那里 YMCA 学会了游泳，然后去了教堂。通过那次经历，上帝安定并医治了我的心。神秘的是，在新泽西州的565个城镇中，职场使命恰巧位于 Somerset。 就这样开始了我一年一度的 Somerset 之旅，持续了11年，直到2011年我们最后一次会议，泽西的重新连接已经完成。然后我和伊令通过基督徒使者学会主办的华人拆船大会和互联网使命职场使命事工继续永久化。早些年写网络上的言灵修转变成了写言况灵修的岁月，现在用英文和中文写给美国和其他地区的职场基督徒。主带领伊令到德克萨斯州，然后到加利福尼亚州，主带领我留在东北地区，继续在这里继续结果子。东北基督徒职场使命成为职场使命的大本营，作为附属机构运作。我们仍然是一个全自然的事工，热衷于帮助基督徒在职场做盐和光。伊令和我都是高能量高绩效的人，伊令称我们爱尔兰双胞胎。现在我们在美国两岸开展服事，
几十年后醒来，仍然是渴望侍奉主，并喜悦地完成他的呼召。泽西连接的连锁反应今天仍在继续，从 Somerset 到东北部，再到美国，源自中国。谢谢你 Eileen， 感谢你的忠心，感谢参加此次 Zoom 会议的所有的人，能为你服侍是一种福气，最重要的是感谢上帝奇妙而神秘的方式。非常感谢 Grace 姐妹一直在帮助我们播放视频。您现在已经都 播放结束了吗？好好，谢谢谢谢，我知道是非常不容易的工作，我们要面对非常来自全国世界各地的这样的一些资源的配搭哈。那刚才每一位25位牧者还有事工领袖，您带来的分享真的非常的感动，也很受激励。这时候我们要再次邀请出职场使命的创办人 Eileen Kong 长老，要邀请 Eileen 长老。哎 Joyce， 哇，太感动了。好，我们要把 Eileen 长老欢迎回来的时候，我想特别想问问，听完这么多美好的祝福还有分享之后，您现在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非常感动，一切荣耀归给神，这一切都是为了神的国度跟神的子民来，我们把五饼二鱼，就像 Bella 的祷告一样，感谢主容许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特别的事工当中，也是很需要在职场上来帮助我们的上班族怎么来把我们的信仰活在我们基督的信仰活出来我这个可以了。好的，好，那我就有一个很短的回应，也给大家有一个呼召，就是看到我们刚刚所跟我们分享的是那么多的见证人，他们是都在职场事工跟在他们的领域上都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竟然有这样25位的好朋友好同工在我们当中分享，也是好的领袖，就如同云彩般的围绕着我们。那我们是要怎么回应呢？我们要看到这个女士一直的成长，现在已经是进入社青的年龄，然后这个运动加速越来越快了，你要加入这个运动吗？你愿意把你的信仰也能够活出来吗？或许我们不会活到像这个老太太那一年，因为我们刚刚也听到有分享到耶稣回来的时间已经近了，这个就可能是在这个到老太太的年龄以前耶稣就回来了，我们要活出我们的大使命吗？你要怎么回应？那我们说我们这个机构呢，不是要请大家给我们经费，我们是要把更多的资源来祝福帮助你们，刚刚说的那三个对象，特别是教会的领袖，然后双职侍奉的宣教士，还有我们所有的上班族。所以呢，也有人私信问我怎么上我们的课啊，那我们今年的课已经快结束了，然后就明年就会有新的课程出来，所以请加入我们的 LINE 群，还是微信群在这里中间，还是 WhatsApp 群，也可以到我们的网址去要我们的灵修材料，中文的英文的都可以。所以我们的总结就是，职场门训是需要教会参与的，然后双职侍奉呢，我们需要有同工一起来陪伴成长。那我们过去几百位的学生上过我们的课，听到他们美好的见证，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灵修索取的方法左边这个是中文的每个礼拜一然后礼拜三是英文的，内容是不一样，所以这两个 QR code 都可以让你进去直接去申请需要哪一个，上面是英文的，下面是中文的。我们都非常感恩这些能够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那刚刚这个时间呢，就给大家介绍下礼拜二孔毅老师跟我们一些导师班一起有一个讲座啊，怎么面对工作里面的挑战，可以拍下来然后可以参加。那下礼拜六呢，刚我们听到吴执事也讲到他们在 Ohio 教会做了非常多的职场事工，那我们下礼拜六呢，就是我来分享怎么跟各样很棘手的关系上怎么去处理，那也可以截图。那这个是一个职场发光的生命影响生命的系列，十月份是我的老师孔毅老师讲，那这个月份下礼拜六呢就是我，然后再下一个月份十二月呢又是我的导师林峰良长老。所以我就听到这边，继续就请 Joyce 来带到我们结束。好的，非常谢谢以琳长老。以琳长老已经向我们每一个人发出了这样的一个邀请，来吧，加入到神双职侍奉的这个使命当中。如果你也愿意，你可以在我们的 chat 里面来回应哈，然后你也可以用一个回应的表情说啊，我愿意，你可以举手，你也可以用一个祝福的这样的一个标志，让我们一起来参与到神的事工当中，参与到神的他在这个世代的工作当中。真的神的作为极其的伟大，让我们惊讶和敬畏，极其丰富，让我们真的是诉说不尽。我们的时间真的很快就过去了，有点依依不舍，但是我们还是要结束今天的庆典了哈。那结束之前，我要特别邀请职场使命课职场使命课程的班长，也是我们导师班的成员 Jason 玄弟兄带领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赞美你，借着职场使命25周岁的生日，你吸引了那么多的弟兄姐妹从世界各地在线上相聚，一起来数算你的恩典，见证你的荣耀。感恩25年前你感动以琳长老夫妇，呼召并赐他们双职侍奉的意向，创办了职场使命，开始有了感谢神又是星期一了的宣言。感恩经过25年忠心良善的服侍和牧养，职场使命已长大成熟，成为一盏充满朝气、阳光和热情的双职侍奉的明灯。感恩职场使命以职场为工厂，从本地到全地，响应福音的大使命，拓展神的国。感恩职场使命回应神的呼召，鼓励基督徒在职场中活出信仰，装备双职侍奉的领袖，拓展职场施工的联络网，各施工各个方面硕果累累，因为你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今天的聚会要结束了，愿神继续的带领以琳长老夫妇以及职场使命的同工和战略伙伴们，开启另一个25年，继续在职场上打那美好的仗，影响这个世代，荣耀主的名。也愿神纪念所有讲员和同工为此次聚会的摆上，祝福参加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家庭、教会、社区、职场上做光做盐，荣神益人。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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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杰森弟兄的祷告。真的也是非常感谢每一位现场的参与，你们的参与，你们的同在，还有你们的祷告，你们的在我们职场上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家庭当中每一点坐在基督身上的主啊，都是我们的激励。所以今天职场使命25周年网上感恩庆典就要结束了，愿上帝祝福大家在今后与神同行，活出双职侍奉使命的路上，我们一起携手共进。我们请吴弟兄放下一个视频给我们，就是一个庆祝的视频，可以邀请大家留下来看两分钟。嗯，好的。
然后我们非常谢谢 Grace 跟他的团队做了很多努力的功夫，也谢谢每一位讲员，他们都很包容我，在一个月当中很快的把这一切都做好跟安排好，非常的感恩。我们请欣赏吴弟兄给我们做这样一个视频。给我们很短的时间当中很快就把这样的视频做出来，谢谢大家，我们一起可以来拍照，可以打开你的摄像头，然后我们一起做一个 gallery view 可以一起拍照，谢谢你们的回应，看到我们的很多同学在当中，好，开了摄像头呢就可以对着笑，然后我们就拍每一个，我们有好几个荧幕哈。好的，我们第一个荧幕都是都开的，看到你们了，好的，一二三，因为你不知道你是在哪一个，所以你就继续笑。我们有好几个荧幕，一二三笑 ，OK， 还有两个，等一下哈。好，一二三，这个是比较多是没有开的。好的，我们拍完了，谢谢你们。
那我们当中是讲员的 ，We welcome the speakers and all the co-workers, those who have the virtual background to stay, and that will take a group picture again.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谢谢你们，愿意你们也回应神给你的呼召。我们同工们辛苦 Sophie、鲁菲还有敏珍翻译的非常棒，很不容易。谢谢 Grace 跟他所有的同工做的很累，不容易。谢谢。谢谢我们的美国福音正主跟加拿大福音正主，他们都摆上很多，还有我的班里面很多的学员跟我们的、所有的、导师班里面的成员，每天24小时的祷告，谢谢你们。好的，那我们呢，导师们也可以留下来哦，你们如果有那个背景的话就可以放。Hi Will, welcome. So glad. I'm sure you're now really good with the Chinese through your osmosis. I saw your email. Okay, let's all gather for, let's see, is Tammy still here? I know Will is here. I think we lost Drew. Robin is here. So everyone who would like to stay with us to take a picture, Lu Fei, hope you take a break. Thank you all and all the speakers. So inspiring.And 何子 and 吴弟兄 okay, let's see we can, for those who still 还在的话、打开。老师、哎、好像他已经他把我们就是我们不能够打开那个摄像头。那 host, 可不可以把那个 reset?、okay, let me see. 可以打开了。Okay, 好了请打开谢谢告诉我。我还是不能打开。我们的镜头都被 disabled 了。Let me see. Yeah, they say you cannot start your video because the host is disabled. Okay. Can you try now? Okay, now. 也是不行。现在还不行。现在还不行。Yeah. Yeah. 所以本来开的就可以，如果没有开的就好像不行哈。刚才好像是后可以了吗？可以了，现在可以了。哦，太好了，有点 delay。好 ，OK， 我们都打开，谢谢你们还留着，我们就跟讲员们一起来拍一个，特别我的学员跟我的同工，还有我们的导师班，我的老师，看到林富良长老 ，and Will still here。OK， let's all smile。So 还有一些没有打开的哈、哦，嗯 ，OK。我看看哈，好的，来我们试试看。好，我们笑全在前面的哈，如果你打开就会拍到你了。好的，还有小孩子常常喜乐一起来，一二笑。好的，然后还有一个，在后面。好的，再来一个，一二笑。好的，谢谢。谢谢讲员们 ，Thank you Will， 谢谢 ，and Robin。谢谢很高兴，这个是很感动，二十五周年，下一次就是再等二十五年，next time will be another 25 years or maybe 5 years。<All right. 笑>非常好，非常好。We'll be too old. Lily, thank you, Will. Yes, so wonderful that you're done. Thank you. So special and sweet. Happy birthday. Thank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Go to work. Happy birthday. You will shine.Birthday, 上帝之上，谢谢，辛苦了，上帝经验。对，这同工们辛苦了，祝福你们。